瓶就爱历史 feel， 早穿20年 Chanel 风衣。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。50岁主持人高以平，过去5年带儿到旧金山求学，目前刚搬回台湾，并主持新节目哦。哦哦，弄掉的包是他已使用15年的爱马仕凯莉包。最近这几年其实买的东西真的比较少，因为在美国真的用不太到。然后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跑回台湾的衣柜，然后搜刮一些，然后带到美国去。像这件是20年前购买的 Chanel 大翻领细褶风衣，只要搭配白 T 和牛仔裤就相当有型。我有穿这样子去买菜啊，他肌肉算我先生60，算我120，而且是传统市场。后来我就想说，好，我以后知道不能穿这个去买菜。不过那个老板娘还蛮有眼光的，看出来是好外套哦。嗯，我懂哦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